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大圣和小圣的差别。佛教最初开始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区，并且对其他的文化产生影响，是在印度阿育王统治的时期。但是一直到公元前后，或者说佛陀涅槃之后大约500年左右，大圣佛教才得以全面的展开。那么究竟大圣跟小圣佛教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从历史上的发展，以及从这个信仰上的发展，都可以看出啊，这大小圣的差别。那么从历史来讲，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并没有大圣和小圣的界限和差别。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虽然呢已经有了大圣佛教的思想在流传，或者是大圣佛教的根本精神呢，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已经呢产生。因为释迦牟尼佛本身就是一个大圣更新的人了，而他的弟子之中，所以很多的人间比丘啊，他们也都是一种菩萨形态的人。不过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呢。而我们现在给他一个这个形容，或者是给他一个名称呢，叫做原始的佛教，也可以讲是根本的佛教。然后等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啊，弟子们各有各的根性，也各有各的心相，也各有各的兴趣，也各有每一个人呢教化所带的弟子，而且呢分布到不同的地方去，或者根本就是不同的地方产生的。一些团体啊，那么这些团体都是佛的弟子所传播出来的，可是他们呢因为有地区本身的背景，还有个人他们每一个团体本身的条件呢，对于释迦牟尼佛的思想或释迦牟尼佛所主张的这个生活的方式规范，那各有各的解释的不一样。因此我们看到的经典呢，就有不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团体就有流传着不同的经典，同样的经典有不同的版本出现，同样的生活方式里边的戒律的解释也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我们叫小圣佛教，又叫做部派佛教。所以部派的意思就是一个部一个派，就是部的意思就是派的意思，一个部一个派，许多许多的派。当时据说有20个派别，那这个20个派是不是彼此攻击呢？没有，只是说互相的解释不一样，观念上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他就再成立一个另外一个派。那么当时一共有20个派。那么然后呢，过了又是一段时间之后啊，从部派的时代的佛教里边呢，有一部分比较保守的称它为上座部，有一部分呢比较前进的叫做大众部。那么上座部的呢始终保持着它是一个部派佛教的形态，那我们叫小圣佛教。甚至于今天的泰国缅甸这些教派呢，实际上算是上座部的教派，那应该说它是小圣也可以，但是现在我们叫它小圣他们都不大愿意的，那我们就是上座部的佛教。那么大众部里边呢，也可以说年轻的一辈的人，一批年轻的人呢思想比较开明，比较呢进步，而且接受到另外的一种思想的影响而比较更开朗。
因此呢，就变成了大乘佛教的出现了。大乘佛教是重视于这个菩萨精神，也重视于佛的教化世界的精神，而对于这个戒条教条的这种遵守，或者是呢刻板式的教条主义，都不大赞成，而是呢赞成以世间的佛的精神作为化世的精神，度众生的精神。那佛法留在世间，目的就是要教化众生。如果能够教化众生而不违背佛的宗旨，那就是佛法。那这个最代表性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做菩萨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是一生一生都是在众生群里边，用种种身份、种种方式来广度众生。那么这个思想就发展成为大乘佛教的思想了。因此，在大乘佛教来讲，是重视于菩萨精神的表现，以及呢，重视于菩萨行的实践。所以，大乘佛教后来呢，渐渐的又变成了实践的，又变成了理论的。所以，以佛法来解释外道法，用外道法，外道法也就是佛法，这个观念呢，就是大乘佛教的思想。另外呢，如果用外道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思想，佛教就变成了外道。所以呢，佛教还是很纯粹的，佛教还是保留着、保持着它有个根本不变的原则。因此，在这互用之中，在非常开明而又开通，能够跟所有一起其他的宗教哲学思想都能够融合，能够应用这些思想这些东西，但是呢不会把自己这个放弃，这就是大乘佛教。那我们现在的大乘佛教的思想在中国来讲应该讲近代尤其是现代我们台湾的佛教呢，已经呢属于是人间化的佛教。我们要建设人间净土，我们呢在推广人间净土的思想这实际上也是根本的佛教的思想，也是大乘佛教的主要的精神。所以今天我们是推行着大乘佛教的这个佛法。我把这一些介绍给诸位，我想得到一点一个轮廓的观念介绍。